老师好。你好，你好，好帅，哇，真的好帅啊，受不了，长得有点过分的帅了。你来上课跟我唠什么？他是男的，随便玩。学钢琴有没有基础？有一点，就是我小时候练过一些。哦，现在年纪大了，想泡泡姑娘是吗？这个东西泡好用的，这是最明智的。能弹吗？现在能弹一点，试试。听到什么，我就能在钢琴上给它找出来。忐忑。你的长相太像一个人，我特别想弹王菲老师的。好，来，好。非常好听，但是你没有呼吸感。没有呼吸感，老师。咱们要把钢琴这种类似于打击乐的乐器做成像人声一样，强弱变化，句子的开头跟结尾是有抑扬顿挫的，所以这个东西叫呼吸。自己觉得很夸张，观众才能听得到。咱们用十根手指上来整一个，整。呼吸。等一下，会不会有一点没必要？接着整，就这点肺活量啊！这有什么夸张？一共就两个咪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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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有点倒不过来气？是不是有点倒不过来气？老师，真的都是咪，倒不过来啊！